司那么多年，天天忙的，也不知道家里现在什么情况。这几年我妈天天催我，天天催我，非要抱大胖孙子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咦，手机怎么响了？喂吗？喂，儿子呀，是妈。我知道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我托王婶又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，那长得呀真水灵，妈呢越看越喜欢，你要抽时间回来看看。你怎么又给我安排相亲对象了？儿子，你看看，你都35岁了，妈都70多了，什么时候能抱上大孙子呀？你看人家邻居那个李婶儿啊，整天抱着大孙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我眼都花了。我看着小孩儿，我心里面都喜欢呀，儿子。你就听妈的话，回家一天给这个女孩见见面，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我回去还不行吗？儿子，你回来的时候我叫王婶儿带着你，你们两个在王婶家相亲谈话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可说定了，儿子。好了好了，我挂了。不要食言啊。好，挂了吧。哎，这我妈又叫我去相亲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算了，就当给自己放天假吧。不行，去之前我得打扮打扮。王秘书，王秘书，怎么了，老板？你去给我找几件破衣服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好好好，这就去。现在这女孩都太物质了，我看看，我这打扮的破一点，我看这个女孩怎么说。希望能找到一个不在乎钱的女孩吧。小花，杨婶，你来啦！我来了，小花，这就是。王庄的李婶他儿子，他就是啊，是啊，小花，你们两个聊聊，然后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。行，婶，那你慢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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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泽宇，你们两个好好说说哈，我先走了。是，你先走吧。哎呀，你瞅瞅你穿那一身，好意思过来给我相亲啊？这听莲花婶说，你不是在市里工作的吗？原来就是做保安的呀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多有钱呢。哎，瞅瞅你那个样子，好意思过来给我相亲？你也不瞅瞅，拿镜子照照你自己。保安，保安怎么了？看来你很看不起保安啊。是啊，我就是看不起你，怎么了？保安，保安能有什么出息啊？你怎么那么肤浅？现在我虽然穷，但是只要肯踏实努力干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富起来的。就凭你，再富也是个保安。你怎么那么物质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你不就是个保安吗？还能有什么身份啊？保安？真的以为我是个保安吗？怎么，你脱了衣服就不是保安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脱了衣服一样是个保安。你知道马氏集团吗？马氏集团？谁不知道马氏集团？难道你是马氏集团的保安？那你知道马氏集团的董事长姓什么吗？姓什么？姓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看你真是
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。让我长长见识。喂。哎，宋秘书。啊，你在哪呢？我在门口呢。好，你进来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吓唬我呢，你还？小宋老板，你来了。嗯。来，坐这儿。这不是马氏集团的秘书吗？对啊，这是我们马老板。真是你们马老板呀？那还能讲啊，真是我们马老板。马哥，马哥，我刚才跟你闹着玩的，留下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小宋，去把车开过来。好，好。马哥，马哥，你就该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们再交往试试，行吗？马哥。哼。你行不行？就你这样的女人还想跟我谈恋爱，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。你就你这样这么物质，还你错了，你要是不知道我是马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会知道你错了吗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是说是我是吓你的吗？你现在怎么了？你刚才的那种语气呢？马哥，刚刚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好了，我不想再给你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先走了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马哥，这真是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啊。你外面坐这里。老公啊。啊，你看以后啊，我弟弟就跟着咱们了。你看我弟弟腿脚也不好，以后呢你就多照顾照顾他。这次呢公司里面派我出差，我要去一个月。嗯嗯，那你就在家照顾我弟弟行不行？行行行，没事。老公，你真好。这没事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会把他照顾好的。弟弟，你在家听你姐夫的话，姐呢就先出差了。知道了姐，我会好好听姐夫的话的。好，那我就先去了，公司里面的人在那里等着我呢。好，姐。老公，我先走了。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是不是？好，慢点。好。哎呀，你姐也走了。你小子以后要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姐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小子，你还不懂吗？在我家，勤快点，你姐走了，听我的，懂吗？知道了，姐夫。可以啊，这瘸个腿还给我送绿豆汤啊。不错不错，我尝尝。你这叫绿豆汤吗？哥，是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吗？你说哪个不对啊？你这叫绿豆汤吗？里边有绿豆吗？我们家是没绿豆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哥，绿豆都在下面的。都在下面，你也不给我拿个勺子，我怎么喝啊？啊？知道了哥，我去给你拿勺子。快点去。这个死瘸子怎么那么慢，老子都快渴死了。
哥，我在家里没找到小勺子，就找到了这一个。咱家没有小勺子，还没筷子吗？你这腿残疾，脑子也残疾吗？哥，哥你别生气，我去给你拿筷子。你现在拿筷子，这都凉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？那我再去给你热热。热热，热热，你的腿那么废，怎么做的活？啊？啊？啊？你姐这走了。在我们家整天吃吃喝喝的，花不少钱，怎么陪着我？啊？我看这绿豆汤也不用喝了。啊啊！哥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。现在你姐没在家，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哼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？不说话了怎么？想找打啊，也啊？